冲破生命，拯救世界，勇气上膛，我将不负光明哨兵的使命。打这个，打这个，给他丢闪。这都是些什么东西？闪 AD 呀、啊！对面 AD 没闪，往回弹。这么愣搜的这死人要干什么呀？哎呦，哈哈，爽！九层魂，杀杀杀亚索，杀亚索！定了，定了。十层十一层魂，十二层魂，直接十二层，兄弟们，四个柱子。这个我也拿一下吧。女枪下路自己玩一会儿。卢锡安以为我已经死了，但我只是点灯点吃个魂儿，再去吃个魂儿，十六层回来再吃一层，十七层。三分钟十八层，兄弟们，三分钟十八层，六分钟四十层，点点点点点。来个三百层塞纳，点灯。在风暴来临时才会眺望，那你平稳一片。定。点。活着就要尽力。要不再来一层，哎，舒服了。底下这俩人的经验宝宝，我将拯救所有人，无论活着还是死，安息吧。石头人搁塔下晃晃晃，也不知道晃啥。哎，点定，点一下，点点，拿魂儿，
再拿魂点点闪现争一下，拿我不当人呢，这是捡一层，领先就放这儿吧，回家了，无敌了，35层，有一层魂，这不能回了啊。兵线就搁这得了，哎呀算了，那不回了，一会儿再回吧。点6分钟40层，看见没？我说了吧。我原谅一切，不需要回应。变，一下点灯，来队友了。疾跑一开。点抽一下，女枪怎么死的呀？魂儿，回家了，这回再回家，也差100块钱海妖了，补一波吧。卖了，哎呀，算了，那这样，出个小样，跟着尖叫声走。饼干才几个钱，饼干卖了也可以，反正我也不吃。知道要呼吸，但却做不到。15块钱，有问题吗？点勾掉，点。罢了，罢他呀！我都给他定住了，你不罢他？直接一扫一下，我也罢他，他就死了。点出云雀加速，来一个扣，好了，被我拯救的人，我看到他们眼中反射。点出定点，好大隐藏R，兄弟们真面子。那这下路一塔我知了啊，
办法，你吃不着。我们细节一点，让那些小兵全没啊，省得 ADC 吃不着兵。一开直接打不着，哎呀，这家天难呐！每一天我都要拼命活着，今天又有什么不同？哎呦，猴哥，可以，猴哥，猴哥生气了，这没给你那啥呀？点，这有什么用？你这你一个中单让辅助压塔下出不来了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都给你吃了，快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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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紧让我掉魂儿。死！妈个巴子，抓我！我来了，猴哥！猴哥往上走了，我烫死了吗？防御塔筑城即将破落 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不掉魂儿呢，二塔没了，点 Q 点定点，好走呗。招进东西，怎么招进东西？我补了他也给我清兵归泽，我补他干啥、啊？你说不补？回家。剑圣，你被强化了！剑圣杀疯了，高原血统停不下来了。不掉了，回家了。积木不回家呀？积木不回家，我再跟积木再补一会儿。
会留下伤痕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哎呀，投降！高档衣服、名酒、豪车，想到就买，过度的消费让盛田欠了一。